后面的桥都有人啊，有，连楼上都有，那边都是满的。我都没看到，这边有，连后面也有，这边好感人哦。桥是被堵住没办法走，对，没有啦，他们真的会看你们后面的，还有这么好，他们那边都有。连那个楼梯啊，上面全部都是满。等下那个是镜子还是人？那是真的，这也骗过去，那是镜子，是镜子，那是真的。后面都是真人啦，后面都是真人，开心。这次是真正的专辑签唱会的台北场，这些都是人小赖，对，是好像那边专辑签唱会，就是我们看不到。大家在楼梯的朋友要注意安全，是，要注意安全最重要哦。各位都买专辑了吗？我看一下。这次的专辑呢，有分成精装版还有平装版，对不对？没错。我们来问一下，差别是什么？我们来问伟静，差在哪？差在哪？是不是？我要差在就是价钱不同 ，size 不同，内容物都不同。哇哇！这够有趣吗？一件二样。OK OK。就有分出那个差别啦，对，颜色也不一样嘛，大小也不一样，对，而且前两场有很多人很聪明，他是把那个精装版当成一个盘子，把瓶装版全部叠起来，所以等一下排队上来签名的时候，如果你买二三十张也可以这样做，很聪明啊，很方便，很方便，真的。好，再来，明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讲。刚刚楼上被忽略了，我没事啊。明天很重要，就是3月6号几点？在哪里买？买什么？这个很难讲，这个很难，我知道的。这个很难讲了。对，就是我们台北小巨蛋的演唱会。先试掉一下，高雄巨蛋有来的举手。哇，好多哎，很多哎。我看到桥上的，有人有来高雄巨蛋吗？有。有，台北会来吗？台北会来的举手。好，目前大概70%应该卖得掉。